基于新疆暴恐活动多发频发的严峻形势，我们依法设立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，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。近来一些媒体称新疆教培中心学员有上百万甚至200万，这纯属捏造，毫无根据。目前新疆参加三学一去的教培学员已经全部结业，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，改善了生活质量，走上了幸福生活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